31入晚，王源在湖南卫视跨年献上全新独立作词单曲《我不知道》的首唱，舞台上发挥超稳，王源在现场也有拼命的眨眼，很多网友以为是灯光原因，后来才知道原来王源是因为眼睛不舒服。有网友注意到王源演唱过程中眼睛下方落着一只超大的虫子，似乎被咬了，眼睛上明显能看到有些红肿，但王源全程镇定自若，丝毫不受影响，坚持演唱，获网友大赞敬业，而且完全不影响颜值，依然那么帅，歌曲唱的真是太好听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